无论唐山海是不是熟地黄，现在让毕中良对自己的心腹产生怀疑，让他们内讧一下，总比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要好。我正好有个任务给你。行。刚刚那个人真的是毕中良派来的，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补救？放风出去，就说我们俩因为刘美娜的事儿吵架冷战，然后再分房。你要是不跟他划清界限，你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我跟他又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一男一女在办公室关着门，那方便吗？看来你是真的打算把我塑造成一个花花公子吗？我们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两个分房睡？谁知道那男的就睡在书房里，我就出一点点声音，他就听到，害我差点没跑掉。你觉得他们不是真夫妻？如果他们确实不是真夫妻的话，那唐山海就一定是熟地黄。钥匙拿到了吗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先得试试这把钥匙能不能开档案室的门。陈深就住在处里，要不让他试试？也行，打开档案室的门只是第一步，能不能打开保险柜取出归零计划还是未知数。行，我来试吧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陈队长，